世上最疗伤的歌声，梁静茹的梁氏情歌即将撼动你心。我们的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。哇哦，梁静茹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，我们也应该回馈些什么吧。对了，梁静茹喜欢吃印度烤饼，宪哥你身为主持人是不是该为梁静茹烤个饼呢？我等一下帮你。哇哦，再见。哇哦，对，你弄弄，要不旋转离心力，现状这样子，你丢我捡我哈利呀、啊，我用咬的还是好？哎，不要浪费，来来，哎，这个还是烤起来，等一下乐队可以吃。我的天哪，乐队老师也是很辛苦的，能不能好好的做一份印度烤饼，大家等着吃呢。宪哥呢？我是真的会做。好，你要一边跳舞跳那个 Michael 也来吃。讨厌。这样没有办法拿擀面棍。你手抽象是不是？哎，你真的很会，有丢起来，但是并没有。对。我怎么越搞越小？还有到脖子上还在赶的啦，赶快翻了。不，我看算了啊，就算吃到你烤的饼，我想应该会拉肚子吧。赶快来听听今天梁静茹为我们王牌大明星带来一整晚的疗伤特辑《梁氏情歌》呗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侯佩岑。哎呀，非常的开心啊，这等于是我们过完年之后第一次的录音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心情上是非常的舒坦，可以感。就跟电池拔呆力是一样，随时要充电。是的，有没有看到？你充电完毕了吗？我充电完毕，你有充电吗？有，我有充好电。可以看一下你的插电的地方吗？不方便。好方便。什么话都是说的，好像我们是有什么，对不对？我有那个意思吗？你有，我就是。恭喜了。哎，我们收视率狂飙了！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在2024的时候啊，听说要创下本台数年来的这不容易，哎，破得一个障碍记录。真的耶！在这里要恭喜他们，谢谢我们的乐队老师 Replay， 没有你们的话，就没有这个节目了。我们真的要感谢你们，还有所有的工作朋友。真的真的。也因为这样呢，我们今年因为不景气的关系，红包省下来。先把丑话讲在前面，因为怕他们当中用一些怪怪的招数来对待我。所以如果这一集你的镜头比较少是应该的，因为刚刚导播那边我已经发过了。你法国来来阴的，开玩笑的啦。今天有一位好朋友，因为他要赶飞机。对对对。所以我们不要聊太多。他是国外的朋友嘛，你来看看这位，他的歌曲，你说你不喜欢，那是 Mission Impossible， 莫可怜的代价。每一个人都喜欢他的歌，尤其第一首为他演唱的歌，听说是我们制作人在未婚以前失恋的一首情歌。疗伤天后，所以他的歌曲陪很多人度过那个痛苦的时刻。所以这个歌我还是必须让倩云知道一下这个情况。直接就点名了。对对对，这个男人他在婚前的所有荒唐行为，他只要没有跟你有交互感染的话，你就原谅他的，这个很重要。一起来欢迎我们交互感，不是那个。马来西亚超级天后梁静茹妹妹来喽！梁静茹爱吃印度甩饼，宪哥却想到阿里巴巴。马来西亚超级天后梁静茹妹妹来喽！勇气。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，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馨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
你的真心。勇气，哎呦，好好听哦！先跟好，非常好，新年快乐！太棒了，有没有看到？马上就收到你的新专辑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真的是让人感动的一刻了，刚好是他十全十美第十张专辑，对，第十张专辑了。岁月真的是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咻，起来吸干的烟鬼啊，一下就过了。对呀，对呀，我后来刚才知道他根本听不懂闽南语，一点点，一点点是吧？哎呀，真是。而今天他来还扮演另外一个角色，因为呢，我呢刚好贵为他妈妈的 idol。 对对对，这种情况上次一起录影发生在很多艺人的身上，像我一个好朋友林婉婚也是他妈妈，我专门我专门管理这些女艺人的父母亲。对对对，接不到，接不到，对对对，接是对的。哎，这个是不要接，哇，厉害了，这个是整人的一张专辑唱片。没有啊，为什么呢？后面那歌词写那么小，鬼看得到。对对对，因为这一次想说希望包装又精美，走那种比较气质路线，像书一样，像诗一样，所以那个字都好小。你已经变成这个时代里面的情歌最重要的产物了。谢谢谢谢。对，连在纽约都常听到。对，要不然你问他。是啊是啊，真的吗？我才去七天而已，不要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而且在纽约有充电。我今天在录影，一直看到你嘴巴这边是怎么样？冻伤，冻伤，冻伤。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好像轻太用力的那种。对呀、啊，破皮。冻伤为什么会在刚好嘟嘟正中间？这是一看就是被咬到。我告诉你，真的是因为零下五度嘛。那想说来了，那没有打又觉得整个球场是结冰了。哦，我还是照常上。哇，第一次看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鸭子降落在湖上面，零下五度，那个湖是结冰的嘛？那每一次要三十几只，没有它下来就整个每一只。对呀，我想说一起看鸭子降落，好可爱啊！哇，真的是。接着下来我们要跟他聊一些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他唱了太多主题曲。对，蛮多的。八点档的主题曲都是他，第一首直接就来，好吧？那个一代女皇先用。代女皇，像有唱过这个以前啊，像《无条件为你》这首歌就有搭过一个剧，《真女烈女豪豪放女》。对，就是他的副歌是这样子：无条件为你不顾明天的安稳，为你变坚强，相信你的眼神，不敢想，不敢问，有一天怀疑的可能。哎呀，好听！这个多久？这个多久？这个好多年了。对。不过我觉得搭剧是很好玩，因为它可以帮助到那个歌，就是很多人就是都听到。对对，像这一次最近也搭了一部很好看的偶像剧，然后收视率也很好，所以成绩也很好。叫做是？叫做就是《拜权女王》哦。其实里有好多歌，有三首歌都是跟《拜权女王》一起搭。对对对，杨锦华，杨锦华，跟金天软嘛。哎，软金，小天小天，是是，还有还有什么？像孤单北半球，哎呦，这个好听，之前也有搭那个《爱情合约》这部片这样子，那个贺小美还有林依晨嘛，对，唱一下唱一下，造句造句，好，林依晨造个句，林依晨造句，是林依晨，我没有在看我的电视节目，不懂，对啊，全世界最高的大楼有一百零一层。贺军翔造个句，贺军翔就是你先唱好了，我让你好好想一下，先唱一下，先唱一下。少了你的手背当枕头，我还不习惯。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。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，我会耐心的等，等你有一天靠岸。必点的歌，他的声音，他有一种那个魔力，就软，很温暖，很温暖，很舒服的感受。谢谢。对，韩剧你也唱啊？有一首叫《悲伤情歌》主题曲。这个歌超好听，大家看看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
尤其不是你，有没有？很难过的。会唱那么多的情歌啊，感情上面肯定有历练，对不对？还拍到跟一个男生共进晚餐。对呀、啊就是，吃的还是人体生鱼片。就是去吃个饭这样的，我吃个饭吧，等一下再聊了，好不好、嗯？我们先来听他这个《拜犬女王》的最新的歌曲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如果能够，没有如果。如果能够把一只放在你左右，我让你哇！没有如果啦，没有如果的，哎，掌声给他鼓励。街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，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我常说，如果人类恋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已来到，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。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错过就够，你是不是会难过？若如果那还能借口，那是不是有一点弱？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，还剩什么害怕什么，快牵起我的手。不错不错，哎，你演唱会的时候跳不跳舞啊？有跳过，好像有跳一个什么舞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压力很大。其实你可以唱一些什么，比如玛格丽娜。你知道我连这个都跳不好吗？我永远都不会。对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那一类的，对，可以带动全场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像伍佰有没有？就是因为不会跳舞啊。你是我那个味道了，好吧？这提供给他一点做意见。对对对，因为有时候演唱会还是要动起来，对不对？全场哈，现场有点气氛，尽量尽量。好，那过年有吃到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？过年就是除了妈妈做的很多的好菜以外，就是会去吃那种马来人啊、印度人的东西，就是那种路边摊沙爹啊，然后那种甩饼啊那些的，对对。印度咖喱的喜欢、咖喱口味喜欢、很喜欢，这个还不错。等一下我们就来一个大明星最爱吃，介绍一个印度甩饼，好吧？好，大明星最爱吃，梁静茹今天要带大家一起品尝印度甩饼了，厉害了！有没有看到印度甩饼啊？这位黑黑的朋友你好了吗？在哪里晒的？我你哪里人啊？我巴基斯坦。巴基斯坦啊。根本是台湾人嘛，你那个冲掉了，他讲中文耶，对不对？你带屏东的，他在跳舞嘛，他连台语都听得懂是吧？来来，先介绍印度甩饼。好的好的，这个怎么做？这个做好沾咖喱汁吃非常好吃。哦，是吗？是吧？你本身是老板嘛啊？那么拽干嘛？肯定是老板啊。老板谁没当过餐厅老板啊？老板了不起啊！你敢把手直接放在上面？哎，这种甩法跟我们家乡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哎呀！哦，哇哦！这样帅哦！左右。你妈！你妈！这其实，这其实跟披萨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咬你！我直接来吗？来来来，甩一下，甩一下，甩一下！怎么可能？这样子。你起来发火的鱼啊！拜托你。这个怎么这很难甩？手要这样甩啊！不要闹了。我等一下教你。耶！
我帅。哎呦呦呦！哎呦！然后再烤，然后就直接烤了。哎呦！哎呀，好香哦！是有缝隙来的，这个缝隙有缝隙、哦、对对，有没有看到爆开了？我觉得这样配上那个印度的音乐真的很对味耶，就是每看到我都有一种回到旁边看看一样，有点像回到家的感觉，会有那种宝来。来来来来来，你也得感我感一个感一个、啊、来来来来，我麦克风我帮你、哦，哇，好性感的、哦、我的妈，你这从这角度看过去、哦、再转过来再一个面团、哎、小姐不是做牛舌饼吗？你要转个方向，他通通扭在正面。OK 啊，被灰修啊，对要旋转离心力，现状战士、哦、等一下，你丢我捡我哈利呀、啊、我用咬的还是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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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这样没有办法拿擀面棍。你手脱臼自己。好。嗯，对不对啊？对。那旁边。对什么？是往左边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它才会圆圆的。哦、差不多可以甩了啊、哦。好。再刷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很会耶，有丢起来，但是并没有。对。我怎么越搞越小？No 不行。啊、你要辣的而已、啊。哎、欸，有有。好，还有那脖子上还在擀的啦，擀呢，赶快翻了。哦，哎呦，你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不知道，所以其实是功夫，不然锅子是还是会粘起来。那个这个不会粘起来，就是太小，太小就会。我最要帅的就比较大，你看哦，这个都会，就是比较开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印度哦，它的有很多的香料。好好，来吃吃。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个香料的，也都香料是。那这个也是香料，不一样的名词。哦，拿这个稍微就是要。那你这样怎么分得出来呢？我都会看出来颜色的、啊、真的啊、哦、颜色的还有有客人在反映他每一次吃的味道都不一样，对啊，味道都不一样，这个每个口味的味道都不一样，真的啊，这个是什么？你现在加的是什么？就是姜，姜啊，对，姜，咖喱姜，哦，咖喱姜，对，加一点姜，哎呦天哪，香，哎呦，这个是番茄，番茄酱，对。哇天哪，好香哦！阿里巴巴是印度人吗？是吗？阿里巴巴是印度人。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海。加一点香料，盐巴，辣椒，辣椒粉。后来阿里巴巴回到印度去啊，就只剩下36个大道，有吗？哎，有来到台湾以后啊，回去以后变成剩下36个大道，
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有市民大道留在台北。市民大道有听过哈、哦？有，这还蛮好笑的，这个很好笑。你要做什么菜？就是虾子，虾子。哦，哇哦，那个虾啊，就这个，对，哎呀，这个好好吃哦。哦，这个就经典了，这个是他们的菜里面啊，很经典的一道。嗯，哇，还有姜丝、哦，加一点姜丝。哇，难怪我们都做不出来。对，辣椒。因为那个料好多，所以搞了老半天了、啊，他这一些是根本没有动，没有做到，他根本没有用到。加一点点哎。哦，虾子。哦，哇哦。哇，那我好想去阿里巴巴那一次。真的哈、哦嗯，你看这个全世界各国的菜啊，嗯、都有它的地方民情啊、嗯，然后它地方的一个特色。嗯嗯。所以去印度餐厅吃饭，真的是只能用手吗？用手的。用手吃。啊，这个这么烫，怎么用手？是啊，可以伸手，可以看着。我就闹过笑话啦，在马来西亚嘛，然后是一个。拿督还是什么，然后还有一个国家的这个很高的一个官，然后请我们吃饭嘛，然后用手嘛，对不对？坐在椅子旁边嘛，那用手把它凑一凑，然后再沾一点酱，就这样吃嘛。对，然后这样推。好了，我竟然我忘记了，我以为两手都可以，结果我用了左手。对，马来人是有分的。我用了左手，然后已经抓好了，我才发觉所有人在看我。然后我就跟他们讲，我是左撇子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够不行。右手拿来吃饭，左手是擦屁屁的，对不对？才比较卫生。他们有分，所以记得握手也是要，吃饭也是要右手。对。哎呀，厉害了，各位。哇哦。哇，等一下就可以好好来享用一下啊。对。啊，旁边那个菜是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羊小排。请看吧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嗯，辣很特殊的香味。哇哦，它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呢？是印度甜甜。印度甜点是什么做的？就是牛奶。牛奶。对，奶粉做的。吃看看什么？我以为是酸梅。哦，鸡蛋糕。那叫甜点也未免太甜了。甜甜的，对。好甜哦，要配茶。还配那个拉茶，对不对？对，拉茶没有，可以拉一点沙拉油。哎呦喂，拉沙拉油，哎，还可以试吃了。好，你们要抱的还有什么样？哎，我想试一小块。好，包起来嘛，再隔一点酱。对。真的很不容易，感觉不一样，感觉不一样。而且这种饼就是会非常的有嚼劲，快点吃啊！哦，你以为是毛巾要擦手的？这个饼，哇，人家队友真好，就把这黑的给我。我们继续吃，你去唱一首歌哈。那我嘴巴还有。宪哥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怎么可以你顾着吃，然后叫梁静茹去唱歌呢？好歹也要叫我嘛！马上来欣赏梁静茹带来的动听歌曲《燕尾蝶》，那我也要去吃烤饼喽。心高采烈的破蛹，化你心生的冲动，寻找灿烂天地。情的是谁？奋不顾身的扑火，就算轮回只为挣脱。你笑，你哭，你的动作，都是我的神经珍惜的配送。我喜，我悲，我的生活，为你放弃自由，要为你。你是火，你是风，你是失望的恶魔，破碎的眼尾蝶，害错最后的美梦。你是火，你是风，你是天使的诱惑，让我做眼尾蝶，拥抱最后的美梦，让我真正快乐很感动。
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。那我们接着下来的有几个歌一定要聊到一下。是，KTV 里面必唱的歌很多哎，比如说《分手快乐》这是朋友最爱点给分手的女生的歌曲。那都分手都已经很惨了，还要人家快乐，这个是啊。就是女生跟女生打气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有这一首歌就可以鼓励，就是分手之后还可以就是站起来，然后找到更好的，因为它里面有一句“你可以找到更好的”，是可以安慰很多失恋的朋友。我们就来这一首《分手快乐》，好吧？好，四颗星，谢谢。我无法帮你预言，委曲求全有没有用？可是我多么不舍。歌曲宪哥和梁静茹却唱出不同的感觉，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首情歌，没有这首情歌就没有永恒。大妈妈，也希望这首歌能够给所有的女生啊，更多的勇气，好吧？对呀，就 encourage， 帮你打打气。是不是这样讲？加油加油！对，自信的时候真的美多了。对对对，还有一首歌叫《会呼吸的痛》。对，今天是来催泪的吗？对呀，刚过完年，你马上来这些歌啊！乡民的评语是说，在呼与吸之间，每一次心跳一次，也就刺痛一次。哎呦，这么严重吗？啊，每次在唱心痛情歌的时候，脑子里面的画面是什么？其实我有很多的想象，像我常常喜欢看偶像剧，小时候就很喜欢跟妈妈一起看那种就是那种剧，就是一面就是有卫生纸这样子，像那种连古装的大长今那种，这种就是都会哭，跟我一样，我每次看剧我一定要旁边要卫生纸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对那我要讲一下，真的，像我看那个《甜蜜蜜》那部片，就是张曼玉不是跟那个曾志伟啊，他们不是有一段感情？对对对。然后最后他不是有一幕是他翻过身，看到他为他刺的那个 Mickey 老鼠的时候，就我就哇大哭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感受就是牺牲好深，就是爱，就是那种真的在心里面。你有没有曾经为过任何一个男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？有没有？还好哎，我真的还好。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恋爱的时候，你就会做很多你平常可能不习惯的事情。有一首歌前一阵在美国多流行，你知道那歌吗？走路去纽约。走路去纽约。在美国最红，你有听过吗？如果现在可以的话，我想去找你，但现在也没有车了，又这么晚，我又不会开车。啊，看看月亮，不如这样，我走路去纽约。那个。
走路去纽约的西洋歌曲。你怎么可以把一个西洋歌曲弄得这么不像是？对啊，他就真的走路走，为了去找寻一个爱的人，然后走路到纽约去。那要看从哪里走啊？不是很近，那也是还好。是，从皇后区。所以感觉到梁静茹，你很理智吗？如果谈恋爱的时候，其实不是我还蛮感性的。是，而且我最近就是会发现，可能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会忽略了很多其他的事情。嗯，对对。如果那个男生就是你也对他有一些好感，刚好开车送你回家，然后突然间假装要帮你调座位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座位在这里？然后直接就亲你，你会拒绝他吗？还蛮甜蜜的啊，还 OK 哈。嗯，我是如果是喜欢的男生，你这个就是因为这样弄来的吗？休假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女生呢也会很假仙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样？很多人都假装，就说要帮我排档。小姐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也是。后来他握到的是刹车。你知道错了吗？知道错。不要再聊这件事了。本来一个很浪漫的画面被你弄得这样子。而且这首歌本来就很好，真的、对啊，你叫我们怎么听会呼吸的痛啊？我现在开始有画面了。来，现在唱一下会呼吸的痛，好不好？来。好。觉得一首歌了，不过不由得啊，你在唱的时候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首情歌了。乡民评语五颗星，没有这首歌的话，世界上就没有一首叫做永恒的情歌。Oh my god， 它竟然叫做是不是唱的夜晚你才会唱的想起我。这是你的歌，你怎么笑到脱框？我没有脱框。脱框是什么意思？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首情歌，没有这首情歌就没有永恒的情歌。哎呦，这首歌就是主唱就是宪哥。哎呦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。谢。其实我是认同的啦。真的吗？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这首歌。你知道我就是跟着爸爸一起唱。当年我、他开车的时候一直 repeat 这首歌。对，当年我就是新马王子啦。哇，真的，绝对是。你可以赶快回去看演唱会。你有没有料想到几年后的现在我们会同台演出？真的不可思议。这样心情就比如说，我好希望能够跟邓丽君能够一起同台演出。安娜还有安娜。我 OK 的。我的桂林马文来啊，桂林来啊。平立啊，平哇！你是个平立啊，平哇，平立。像哇 ，OK 的 ，OK 的。哇，很好的膝盖、要
要这样子啦，没了，开玩笑。是是是，妈妈喜欢这个歌，所以静茹的妈妈喜欢宪哥的程度是到，就真的是爱他，就是真的，真的、哦，就是可能会梦到你的那种。就是如果我们在家，如果刚好看到你的节目什么，就是哇，宪哥节目，宪哥节目，看这样就要停转，就是看那一台，真的，我们全家都爱你。下次你要带他来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他们一家人都会唱歌，他来跟你合唱也可以 ，OK 啊 ，OK 啊，他会害羞。妈妈的歌艺也不错，你看他几个，你表弟是吧？表哥，阿牛是你谁？阿牛是我好朋友。是他表哥，阿牛是好，只是好朋友，非常好的朋友。我搞错，我们一起参加比赛啦，歌唱比赛。了解，对对对。那干脆我们就为妈妈合唱一下好不好？给梁妈妈听。梁妈妈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想？你主唱啦，好，好不好？我前面陪你唱一点点的，来来来，老师老师，请来。哎呦，很容易紧张。结束忙碌的一天，换回熟悉的寂寞，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想母亲温暖臂弯，转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去走寂静，总是同样的剧情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这样的夜晚，时刻在电话里，只有几句熟悉的彼此问候，其中两段的猜测，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。八卦新闻今天绝对打公开，骗你是小狗。大明星，你的声音有一种魔力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好舒服的那个。但我们刚就在旁边就在聊你唱歌的时候的感觉，软软的。对，而且我觉得静茹把这首歌唱得好有气质哦。本来这首歌是比较略显油条一点的歌。姐姐，那个时候我刚出道，我就油条，还是有油条，话嘛就是。我今天跟他聊天也很开心，对呀、啊，开心、啊，感觉这个人世间都是美好的，是的。但是人家说，女人赢得了全世界，失去了家庭，她还是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我要祝福两位，赶快找到如意郎君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有一个人照顾的感受多好，对呀、啊，是吧？纽约那么冷的天气，有一个人可以让你当枕头，哇！多好啊！当背景音乐，我啊，哎，可以可以，对呀，太好了，好，你也要，没关系，我没事就听他的疗伤情歌，对，让我心情那个陪你吃晚饭那个男生是喜欢的人吗？还不错，还不错 ，OK 了哈。你现在会有想婚的念头吗？你想结婚吗？顺其自然啦，好就好了，一切就是顺顺的这样。对对对，开开心心最重要。但是我还是这么喜欢唱歌，所以还是先把工作都做好。真爱来了，你挡都挡不住。就是演唱会啊那些，对不对？孩子要跟你，他是没有办法离开。好可怕！万一只有这，不敢想象啊。你喜欢小孩吗？很喜欢啊。本人可以提供一些。提供一些生活的经验，怎么样跟小朋友相处啊？
唱了。好了好了，最后我们就唱一首这个新的新歌，叫做情歌，就叫情歌啊。嗯，来来来来，梁静茹的情歌。哎，再次谢谢我们梁静茹小姐啊，也希望这个赶快再次回到台湾来。嗯，台湾其实就是你的家了。对对对，就是其实我都住在台湾了，时间比较多。对，那这一次的新专辑特别就是要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很快也会回来，就是活动啊或演唱会那一些。对对对，因为这次有很好的成绩，也要赶快回馈给歌迷，对不对？对，刚刚那个甩饼还好吗？好吃吧？甩饼我一直都很喜欢，不错不错，好吃。但上面还有一个饼屑。好，再次谢谢梁静茹，好吧？谢谢。新专辑大卖，咱们明天同时继续回答我们的王牌大明星。天然的啦，原住民的声音，再次谢谢王牌大明星喽。用卑南族的话，你那把木呀，你老母发火的，你卑鄙来历的那一款假华裔。小明啊，哥，你要攻？我真的是，我老公的名字比较好听，黄甘霖。哦，甘霖老师哦，哦，黄甘霖老师啦。